我就爱有一个共共性啦，吼、哦，大家责无旁贷，哦，咱观众已经失去失去啊，咱大家拢即个内容拢真焦虑，哦，由于今日大家看会出来，大家叫哦爱之深责之切，大家正烦恼咱立委这些，正烦恼咱总统这些不会了，啊，我想大家共同拍拼，哦，这尤其是咱。在监管的咱这个领导的同志，吼、哦，责无旁贷，吼、哦，无家己的意见，只敢有党的意见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我拄仔讲的协调团结，吼、哦，这两个大方向，啊，过来，咱拄仔我咱这党员去反映，小英总统直接，即个咱讲的拢写。林路林策遐个问题，哇，超油车、大货车淘汰的问题、空污化的问题，包括连远洋哦、远洋商法要渔业商法的问题，等等，这其实拢是刘仪爱做会到的政治的所在，唔是敢看行政机关你啊行政独大吼，伊、哦、想要爱做要爱做吼、哦，行政。立法院内底，伊个职权行使办法内底，你只要行政机关提一个政策，伊要甲农社要引入林策，伊爱报报备立法院。三个月内底，你立法院若无意见，哦，无提出来新查的话，自动就正式生效。所以，任何行政机关定的行政命令，立委绝对有权利叫伊来甲新查，哦。你这个无法度接地气，这个建设，立法院责无旁贷，要甲动起来。我想一个好的立法委员，立法院的立法委员，哦，这才是守护咱百姓、咱的民众，反正第一线。啊，而且感谢今日咱所有参与，咱这即届座谈，咱这党员前进，大家继续拍拼。我想。政规个气势无遐歹吼，啊！只要大家团结，我再次感谢大家今日的参加，感谢，谢谢。